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介绍我自制的朱古力零食，是非常简单的。我会用塑料冰格做朱古力的模，视频的冰格是96个格的，因为我觉得小小粒就容易吃一点，而且就比较容易控制那个分量。朱古力的馅呢，我就会用印度椰子，这种椰子就很特别的，它没有椰子水的，而且呢，它的椰肉呢就含有丰富的椰油。将那个印度椰子呢就切细粒，摆落冰格度，然后呢朱古力呢就恒温40度呢就用咗佢。用咗个朱古力呢，我就会加入椰子油。所以我之前唔系话要控制份量嘅，咁我会知道我每一粒朱古力食咗几多椰子油落肚嘛，即系大概啦。同埋呢，如果你想有甜味嘅话呢，你可以加落嗰个枫糖浆，因为好似话枫糖浆呢係唔会引起血糖呢有好大嘅波动嘅。充分搅拌咗之后呢，就倒入冰格度，然后呢就摆落雪柜冷藏嗰格，咁大概两个钟呢就成型㗎啦个朱古力。嗰个朱古力呢，我揀嘅係 100% 嘅纯嘅可可液块。然後呢，我又只是加了椰子油，所以呢是一款非常健康的零食。如果你喜欢我的推介，请给个 like 我吧。